今天在苏邦角业区，波波地都是在卖这850块至950块一方尺，可是今天在这里，你就能以650块轻松入场， wow. 简直就是 double 啦！大家好，我是 Vincent， 欢迎来到这一期的波波地开箱。在我身后这个位于苏邦区88个 acre 的 freehold township， 在短短3个月的时间里面呢，就把整个 tower 卖完了。到底为什么那么的抢手呢？今天我为你们准备了5个卖点，为什么这里会是你们的梦想家园？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苏邦角业区那么吃香的地址咯。今天在苏邦角业区，你就能以650块轻松入场， wow. 简直就是 double 啦。第二就是这里让你远离城市喧闹的公园啦、啊。这一个公园是苏邦区仅有的 pet friendly 公园。想象一下，早上起床换件衣服跑个步，还可以到咖啡喝一杯咖啡，打开美好的一天。我们这里还有 Mercado Grocery 让你购买你的日常用品，还有。我们这里还有国际学校，这样你就不需要早早的起床送孩子上学，因为在这里走一个步就到。第三就是地点的方便性，这个套是连接着 Direct Interchange， 从 Federal Highway 直接就可以到你的家，不需要走小路，也不需要等红绿灯，超方便的。Seven Pyramid 约界台办还有 SF15 就在你家隔壁，去万佑邦萨 Mid Valley 也是15分钟内就可以到达的哦。第四就是大大又实用的 layout， 在苏邦家要找房的你，是不是找来找去都是 studio 和两房 layout 呢？哎呦，是不是很烦？我们这里全部都是三房，我们三房 layout 是从850方尺至1048方尺，每一个 layout 的客厅足足有18尺宽，还附送一个 L shape balcony， 180度天天让你看到无敌 Central Park 的风景。无论你是 young couple 还是 family staying， 我们这里的 layout 总有一款适合你。这里三房月供只需2300令吉，走下楼就是 Pet Friendly Central Park、 International School、 Mercado Grocery 还有70间的 F&B&N Retail。 住在这里你不但省钱省油还省时间，而且最重要的是这里是 Freehold， 这样的笋盆只有340间，赶快点击你下的 link 联系我们的团队，我们团队会第一时间带你来看 showroom。